位主持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嗱，雖然咧就一位嘅即係主食嘅導師啦，今集係準備咗啲咩菜式俾我哋咁多位朋友去試下咧？今集整咗一個紅咖喱嘅荔枝鴨胸，再配一個印度薄餅嘅。將鴨胸切出嚟，煎到表面金黃色，所有材料攪碎之後，落鍋炒一炒，再加椰奶一齊煮滾，落埋鴨胸、荔枝同其他材料。另一邊用麵粉、酵母同糖整咗個麵團先，等麵團發酵之後，壓成薄餅，再落鍋煎就完成啦。好，我哋有請 Simon Matthew 幫我哋上菜。試下啦，好嘛？我哋三位嘅靚仔，好，但係我又點解食荔枝嘅？你一嘢就拗咗粒荔枝落嚟。我想試下荔枝配咖喱咩味？味道如何？點啊？好夾喎又，甜甜地幾好食，都啱曬啦喎，食曬啦，冇曬味喎，唔夠點算啊？喂，唔夠咪啱啦。陣間咧，我哋三位嘅美女就會煮翻同一道餸俾三位品嚐一下嘅，亦都係我哋第一個回合指定菜式。指定菜式回合，三位美女要喺限時內煮當晚嘅特定菜式。嘉宾评判唔知道三位美女是边个，佢哋要透过三个厨房嘅罅隙去观察美女烹调时嘅手势，以及同美女交谈去估出美女嘅身份，最后由主持同嘉宾试食同评分嘅。即系听听第一个厨房啊，就系我哋舐舐你厨房嘅点先。舐舐你厨房嘅美女唔单止形象鬼马可爱，而且仲好拆得添，仲不时铺自己煮嘅宵夜，引到班网民大嗌肚饿啊！唔知道佢个位哎呀哥有冇试过佢嘅手势呢？哎呀哥，谂起马家。馬子嚟，阿哥，但係馬子嚟白好多。你咁都睇到，咁佢仲係得啲皮膚啫嘛。咁啊，聽聽後邊甜蜜嘅廚房嘅輕視先啦。甜蜜嘅廚房嘅美女成日挑戰高難度動作，班網民見到都話勁都話正啊。佢早前外遊嘅索爆泳衣照，搞到一班網民一地都係鼻血。不過今晚嘅重點係佢同其中一位男嘉賓好好朋友嘅。你睇佢都幾驚個樣子，諗下鎮定啲，可能係你啦，鎮定，我驚，我驚佢就驚，單方面講咗雷佢嗰邊嘅嘢啊！咁啊，我哋不如聽埋最後一個梁針針廚房嘅美女，梁針針廚房嘅美女都算極品咯。除咗演戲，佢仲曾經唱歌、配音、做過導演、電台 DJ、MV 同廣告主角，仲有小學教師等等。如果今晚贏埋，就真係十項全能啦！隻手有啲肉地喎，係咯，都見到。喂，身形都好似係唔簡單嘅，上得嚟就一定係美女㗎啦，係咪㗎？除非你話唔係嘅啫。我哋咧請翻我哋嘅秋新哥。第一回合有30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倒数三声开始了，准备3、2、1开始。我们看看舐舐你的厨房，出去先来听一下。 Hello， 你契哥是谁？阿萧都是我契哥来的。是吗？是吗？阿萧正男有多少个契妹？好少，我很难契人的。这个是啊，是吗？我们有18个和你们一个。你好，我是阿 Fred， 请问我们有没有合唱过的？好多共同朋友㗎，好多，即可能喺個卡拉 OK 房又合唱歌又唔定，可能一齊沖緊涼嘅時候一齊合唱又唔定，有啲嘢啦，呢個就我就有嗰啲嘢㗎啦，係啊，我同你有冇合作過啊？聽我講佢啊，係啊，同你冇傳過緋聞咯，我就知。咁我同你有冇傳過緋聞啊？絕對唔會啦，你呢啲人夫，人夫，人夫。發音發好少少，你唱歌噶嗬？好，甜蜜蜜廚房 ，hello。你對上一輯泳衣係咪著紅色泳衣去影嘅？你話係咪係咯？啊，驚啦！請問你同何廣沛有咩關係？我哋都係同事。何廣沛有冇追過你？何廣沛追過好多人。哇！梁針針廚房 ，hello， 温柔喎把聲。就一定是不是温柔，是根據我男人的角度，女仔好偏忽的。我同你是不是有拍過一些親熱的鏡頭啊？在這裡在座的男士都同我親熱。我同你是不是有子弟的關係啊？我有好多契弟，唔係佢啊！我有好多契弟。你是不是做過阿媽的？是啊。有做人家的，有做人家的。
嚟一條問全房啦！哇，你眼都好似唔係咁揸噶喎，老友，手指公係咁樣揸住呢個位嘅。係啦。叻啊！揸入啲啊，把刀。阿飛有冇問題啊？睇下啲曬呢個。好啊，我硬係覺得喺屋企見啊。唔好講出嚟啦。哇！呢啲咧係特登誤導嘅。OK， 又未必係嘅。定係你誤導緊我哋啊？誤導觀眾啫。佢喺。又未必係嘅。今集我哋觀眾福利嘅就係梁浸浸廚房嘅佢啦。知啦，呢個做我阿媽噶。做你阿媽？係。做我家姐。做過你阿媽啊！我一日唔估佢咧，佢一日唔出到嚟噶嘛。唔係出到嚟。咁我真係唔係好想見到個樣喎。喂！佢啊！邊個啊？突然間你個態度變曬嘅，點解？哇！一米嗰個砧板好靚喎，好似一幅勞作嘅畫咁喎。唔係藝術嚟咯。啊！我哋有冇一齊拍過劇咧？冇喎。你哋有冇親熱過啊？冇啊！咁呢啲留翻俾佢同佢個 B B 做啦。同你個 B B 做。即係唔係？而你有冇同我合作過啊？舐舐你係嘛？有冇料啊？你啊！即係第一套啊？咩嚟？第一套咩？女人俱樂部咯。女人有七個女仔喎。你點估啊？七個女仔。三個廚房，估一個。綠色嗰個就唔估噶啦。唔好俾出嚟。唔好俾出嚟。估第一個依個先啦，黃色。中間。嗱，我就估咧係阿 Bella 嘅。Bella。但係咧，鄭俊文就估係陳瑩。以陳瑩多啲嘅。甜蜜蜜廚房嗰個係邊個？陈英，今日厨房都系边个？陈英，睇下咪。哇！二小姐嚟噶，靓仔嚟噶，小姐啊，你食啊？咁正喺度，喂，何况我哋完全认唔到人，你又似假啊？呢个真系唔应该噶。我以為梁浸浸同我有關係啊！如果你再估唔中我咧，下次就係咁樣噶啦。失咗啲信心，估翻啲信心嚟啫。我估翻個先，試埋依個先咯。誒，個先？七個女仔裏面縮窄而最好歌喉嘅，我覺得你就應該係堂妹。妹，舐舐你廚房係邊個？差你兩個，堂妹。堂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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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堂妹 ，Yeah！ 我估中你。好窄好窄噶啦！你俾好多 tips 佢都，我驚你玩你成晚啊！係啊，好好，最後啦，唔靚我唔估，靚噶，靚噶，真係靚。嗱，如果你覺得好靚，食一啖出嚟，笑死！好，梁振英全部喺邊度？好，耶！排得去，好心情，攬腰，頭貼頭，頭貼頭，錫落去，嘴，嘴啊，嘴啊，使唔使咁大啊？如果你唔想錯過 TVB 嘅精彩節目片段，就快啲撳下下面嘅鐘仔 subscribe 啦。最後